建模要扎我，我不可能让你扎着。一级我们是弟弟，补刀啊！我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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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拱。拱他征服者没关系，我们马上升嘲讽拱拱拱拱拱点燃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为什么是个盾呢？嘲讽拱拱打不死，快跑，他没有意义啊，没事，他也没有闪，不用害怕，一会儿我们直接闪现嘲讽他，他就死了。闪现嘲讽 W 溜拱，为什么剑魔带个盾呢？清波线，死了，直接翻了啊！我们不用回头，直接死，也不用跑啊！赵信来了我就死。好，来个药水，我估计赵信可能还得来一波。爆破现在点也没用，点了也打不掉多少血。走呗，嘲讽拱拱拱，赵信又来了，赵信勾引一波啊，让他们怨我，怨我的塔，勾引一波。这家伙是我们站兵堆里边，嘲讽拱。拱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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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，哎呦我操，这小子我跟你们说，他运气是真好，他正好出了个骸骨渡城，他没死，要不然我那个平 A 他必死。你怎么的你啊，你这个运气好的小子，嘲讽拱，还不走，还不走，还狂妄！这个位置你敢不走，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嘲讽拱拱，致命点燃！行啊，行。这个点烟跟平常一个时间，我都忘了。哎，挺烦人呐。下波我再治你，你别着急。
Killing spree. 来吧，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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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王八的嘲讽好像嘲讽不了小兵，只能嘲讽野怪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这还摁什么波浪剑呢？吃屎去了！吃屎去了，人没了，咋不开大？开大不白开了吗？又打不死，关键他都没开，我开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是嘲讽拱拱拱，他不带跟我打的，他指定跑。那剑魔三段扣都放完了，他还打啥呀？我拱。回家了，这波先把小日炎做了。他带个屏障是真难杀，要不然我可以随便想着怎么杀。带个屏障不好杀呀。嘲讽拱拱拱拱拱，今天你带不带屏障我也得杀你小伙子。你就带不带屏障我也得杀你，不用你跟他给我整个屏障。都搁下路呢，不用害怕啊。赵信搁下路呢，没事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塔皮给他吃了。再见。厕所回城，先来布甲骸，出错了，布甲骸，再来个小布甲。开矿还没到时候呢，现在开不了。可以来，来阿木木，好闪现！哎，我要一圈嘲讽，拱，漂亮阿木木！哎呦，我这波阿木木可以啊！我们已经有赏金了，150。那赵信敢上来，我就打死他！你咋的呀？你不服啊？给我舔他，开大招！啊，我打他！漂亮啊，木木，俺俩又死他！把他一塔直接给他拔了。这不无敌了吗？
1800，差200，200块钱哪里来呢？阿俩可以啊，阿俩去中路吃波塔皮不就有了吗？你也来了，走去红 buff 给我干的，走去红 buff。 有小心。两个妖德尔人，哎呦我造信，嘲讽住，耗点盐，打死他，俺俩连体了啊！你拿呀，你可以拿，你拿回血，走，我来了，我先来。别抢啊！操！没事，无所谓。画沙吧你，嗯，画沙吧。我先吃个塔皮。溜啦！我抢人家一只蟹，我不是差钱吗？这剑魔也推个塔了呀，剑魔给这剑魔有点小起来了呀，要不要这一波去上路治治他呢？走吧，这波往上路走，别让他把那个线直接推了，然后让他把我们的塔给他拆了，直接从那儿滚，应该能滚到防御塔那儿，然后把他杀了。嗯，嘲讽住我开大招，这回再开大，知道吗？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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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小无敌了，啊！但是目前还没有大无敌，差300块钱就大无敌了。走，我们找到这刀锋，把这刀锋杀了。这刀锋怎么个事儿啊？看来不行，有小心，帮你把一血塔拔了吧，不是一血塔，中路一塔，怎么的呢？这小子，嗯，是不是有点狂了？我在这里，你敢这么狂妄？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嗯，他有蓝 buff， 跟我来。蓝 buff 刷了。我们继续在这里蹲，假装蹲，其实不严。我们打个蓝。哎，蓝都哪去了？蓝 buff 不见了，
这野区咋的了？打一架呗，来！哎呦我寒冰，谁都能打蓝，剑魔打蓝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你说那剑魔也不缺蓝，你说你打那蓝干什么玩意儿？嘲讽剑魔。队友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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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蓝了，先把那剑魔给杀了去。哪有虚区呀呢？哎呦我操！一换一。剑魔这波居然能拿银头，我也没想到。关键还是没蓝，你知道吧？要有蓝就不一样了，他蓝 buff 被剑魔打了。哪来个小黄毛？抠我，抠我，把自己抠死！这有点烦呢。哎呀，差一丝血没死，我操！有点恶心，抠死他！啊，这闪什么玩意儿了啊？这闪现 ，Q 过来发现没大是吧？别送啊，不是送，这是生气。你说他剩一身血，我能不追他吗？我能不追他吗？搁谁谁能不追？搁谁谁能咽得下这口气？谁？谁也不能。Nice， 必须得给我追。这不都死了吗？挺好的吗？这剑魔在上路还为所欲为了呢，我一看，啊，画鲨鱼漂亮，啊，嗯，人头，剑魔居然值350块钱。我都没想到，小龙，小龙就得干一架了。小龙，骁龙，快来！要小心，打杀人呢，那就不行，就杀人。嗯嗯，打，这回打，把他们逼走了，这都。什么玩意儿呢？咬你们一命，我这没队友。致命点烟，杀赵信！我的人头，我不可能给你小驴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给你小驴人。这么狂吗？这寒冰怎么的？这剑魔啊，这剑魔咋的？剑魔啊，不杀剑魔，你这寒冰也是挺狂妄啊！一个辅助寒冰凭什么这么狂妄？我又成这个样子，你居然在我敢在我面前狂，我都没想到去。2200，差点钱。我们家太幼了，没办法。对面打不动，
三个小人带一个大脑袋，再带一个小傻子。回家两千二。这可不管啊。呀，阿木木没回去呀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，他不行，我来。嗯寒冰啊，杀！往前冲！好脆呀，这也不够用啊！这真不够用这。哎，后边卢仙死了，卢仙，我来追他。他不就是一个小破影魔刀吗？没事，吸血，你神话呢？我神话，日炎呢？日炎不神话吗？不对，我神话不是啊。啊，是啊，我神话，不神话吗？干哈呀？打个红也不行喽？哎呦我操！怎么的呢？啊，这现在这么狂，这么狂吗？这么狂啊，这么狂吗？给我杀！好舔！开始敢瞄我了，开始。我发现我是给你们点面子了，我这一看，勾他，我有余震，没事。谁来了？漂亮，性格没了，拿下！我把他嘲讽出来啊！